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文杰，今天准备跟奶奶上坡去找马齿苋。有小伙伴听说过没有？马齿苋的话，它的游泳价值还是非常高的，它可以清热解毒。我们现在去找一下有没得。哇，这个根根呐！它叫马齿苋，它呢又叫那个长寿菜。夏天吃的话，清热解毒。我们弄点回去凉拌。老人吃。哇，这地方好多啊！你看那几个人就看你几个人，这边来就六个钟钟。小城。人长好大哟，那这几万年说，这老我一看，种东西啊，他说那个东西净卖那个东西，那就为了要种起来。大家看很有意思啊，这个马齿苋跟那种水花生长得很相近，如果说你不仔细看的话，你还会找错。这种的话，你看到它那个根茎都是不一样的，对比来看一下，它那个叶子也不一样。爱你的每个秋日都像春花未迟，只是寻常岁月时。再来卤一点猪头肉，葱姜白酒花椒香料包老抽生抽一起。蒜泥、香醋、盐巴、生抽、鱼精。灯光昏黄。炊烟袅袅，花解流。难点飞扬，那味道酸饼酸饼的感，还有味那个菜好吃，一下西瓜刚刚合适。只是寻常岁月时，书写风花雪月时。要不然有筷子了吗？那不是不能再看了。你是好久没吃嘎嘎了吗？只是寻常岁月时，哎呀，快点吃嘛！